来了。哎妈，你啷个那么早都来了哇？嘿，我跟你说了一点嘛，我又没得事的，只要你说一声，我随时都可以过来。哦。哎，你说我为了咋子？哎呀，抓子家务事嘛，你是干大事情的人的嘛。哎呀，硬是。来，我们快去上班。 快点！哦，那个屋头的，我熟悉得很。妈，我包包没拿。哦，你放心嘛，哎呀，放心。妈，汤在灶上吊起了。哎，我晓得。啊，放心。奶奶，我来帮你。哎，不用，那个屋头啊，我比你熟悉得多，你共休息。曹敏秀的到来解决了左云静的燃眉之急，却让人说不出个谢字。 都好像一首好听的歌，你却啷个也找不到歌名，心中难受却又不得不忍受。傅大仔的痛苦可想而知，而更让他难受的事情接踵而来。老公，我给你商量个事啊。你看嘛，小龙上学确实太冤了，我让他跑起，两个娃儿都要接，确实很耽误时间。 我想干脆把小龙的户口迁过来，两个娃儿读一个学校嘛，我也方便接送噻。要得噻。那就说定了哟，你明儿把户口和房产证拿出来，我到派出所去一趟。那个明天我们公司有事。那后天嘛。后天也不得行，那个也有事。大后天呢？看工商安排嘛。大到后天。哎呀，那个，哎，我突然好累啊！哎，我去洗个澡了哈。哎呀。二来，你吃噻，你不是一直得吵得饿的嘛？吃了，外婆去给买就是了。我想和小龙一起吃。哎，姐姐，哎，小龙。 你家来接我呀？哎，我太高兴了！那是你给我的吗？是俺给你的，拿去吃嘛。要得。来，姐姐，给你一半。宝宝，我们回去啦。那个娃儿呢？倒啊，单数。 妈，那个房产证和户口没找到给，肯定抢劫了噻！当初你们结婚的证儿，你就该给左云静说，把你和小龙名字写上去。你看嘛，那样子安逸了噻！啊，不听老人言来，吃亏在眼前。敢找不敢吃，那会儿说啥子都没用得了。哎呀，我没想到他是那种人，真的是没想到啊！ 你们两个，我又不是原配搭子哎！哎呀，他能够做吗？那个明摆起的都是要防的噻！哎呦，亏得该生娃儿了。现在那个屋头又来了个瘟神，哼！请神容易送神难。我看呐，二天你那个屋头那个日子啷个过哟？哎呀妈，你不是脚崴了，我会同意他过来吗？ 哎呀，那些都是小事情，最重要是小龙的户口啷个才能迁得过来？他读书方便点儿，其他事情都好解决。那你啷个解决？妈，你就把户口房证给我嘛，我把小龙的户口迁过来，我也给你就行了嘛。 娃儿读书最重要啊！信手起疑心了，我都不晓得啷个跟他说了哇！嗨，不当偷嘴客，何必锅边悬？他耍的啥子手段，我心知肚明。今天是娃儿的，明天是星星儿，再后天都是他妈。你以为他真的是为了娃儿读书吗？他是为了你房子，为了他们个人自己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是松了口的话，后面的麻烦事一件的来。 我问你，到时候子萱啷个办？那你要我啷个办嘛，妈？你想看到我跟欣欣两个离婚吗？那是你的事，我管不了，我只管轩轩。我跟你说了的，只要轩轩的利益不受到损害，其他的我无所谓。划啦？他啷个说？哎呀，太麻烦了！妈嘞，你看嘛，他说的，首先要喊中英局到房管局填材料，然后到房产档案馆查档案，出具房产权属证明，再来要在报纸上登遗失证明，最后等6个月。 房产部门发布证书、作废公告，然后中英局要达到登记遗失证明和作废公告的原版报纸、身份证，到房管局办理遗失登记发证手续。哎呀，我的天嘞，好麻烦了是！哎呦，我看你啷个办喽？解铃还需系铃人，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。那你啷个办呢？我准备给中英局明说。 你今儿还是给我多长个心眼儿哈！今儿摆明了的都是鸿门宴，千万不要给我出错哟！哎，你放心嘛，我警惕瞧的。但是你也不能给我草木皆兵嘛，万一别个今天单纯的只请我们吃饭，你晓得个啥子哦？那到时候我们见招拆招嘛。我今天都要看一下，他葫芦里面到底卖的是啥子药。 走。亮亮，中英局的户口和房产证，你看好久还给我们？ 主要是小龙哎，现在他上学确实太远了，我想把他的户口迁过来，转个学，方便我接受。这是要打蛇起才，弄得我还不晓得说啥子好了。叔叔，亮亮，我晓得你们有所顾虑，你们放心，我向你们保证，不管是子轩，还是小龙，还是我肚子头那个娃嘞。 我以后都会一视同仁。啊，那是我写的保证书，那个我绝对做得到。你们呢，可以对我进行监督，但是中英局的户口和房产证，你们必须还给我，因为小龙只是为了转学，我把户口上上去。至于子轩的财产，我们小龙绝对分毫不占。 姐姐的，姐姐的就是我的。来，姐姐，我把我的全部都给你。妈，老二，其实我们都是为了娃儿哈。再说，星期二已经把保证书给你们写了的嘛，你们还有啥子不放心的？其实我们呢，也拿不定啥子主意。哎，你们看着办了就是嘛。 但是你们不要误会，都是为了娃儿。对头对头，其实我们大家都是为了娃儿哈。那恁个嘛，我们来玩娃儿的想法嘛。子轩，如果小龙把户口迁到我们屋头来，你愿不愿意啊？我不晓得，不是不愿意让小龙过来，而是我不晓得小龙过来了有啥子坏处，我不晓得。 子轩，亮亮跟你说嘛，因为你和小龙哎不是亲的姐弟，所以如果小龙把户口上上来的话，就证明着你的财产要和小龙分一半。简单点跟你说嘛，也就是以后你的所有东西都要分一半给小龙，你愿不愿意嘛？我愿意，我把我的全部给姐姐，一哈都给她都可以。哎呀，小二佳佳，给我吃东西，给我吃碗皮蛋。我都要把我的给姐姐。 咋了呀？那个妹妹想和我一起耍，我不想。轩轩，个人耍和学自由，但是多一个人耍都会感到很快乐，晓不晓得？妈妈，我晓得啦。我愿意。我愿意，因为妈妈说过的，多一个人都会带来快乐。轩轩，谢谢你。你个哈子鱼喽！既然轩轩都表了态，我们也没啥子，那么明天我都把东西搬起过来给他。但是你们要记到今天所说的话。 都是为了娃儿。老汉儿，你们放心吧，我们绝对说到做到。妈妈挂电话了，哈儿来。哎，老三，啷回事？中午吃啥午饭过后啊，娃儿都说他不舒服，我都带他到医务室去量了哈儿体温，38度，我觉得你最好还是带到医院去看一下。呀，那么烫啊！ 赶紧到医院去看，那谢谢哈，老师，我们先走了哟。要得要得，赶快去哈。哎。子轩，你给我好好睡觉哈。我已经跟老师请假了，你下午都不去学校了。我去给你倒水吃药，也要治喊我哈。哎，是啷个回事嘛？他突然那个发烧，去检查是啥子病？感冒了吗？ 手足口病，手足口那个，笑死你了！手足口那个病烧死人的哦！哎呀，不得行不得行，我要喊他和小龙两个给力！还有那个屋头哎，要消毒，要彻底的消毒。我那哈儿都去买消毒水哈。哎呀妈，哪得个恼火嘛！别个医生说了的，只要烧退下去就好了。还有，不要到娃儿面前说那些，免得他听了心里不好受。 哎呀，你不要大意哦！你怀起娃儿里头嘛，你大意不得哈。还有，还左眼就会经有他，再不是啊，喊他外婆来，他肯定要来。你一定要给两个给力，听到没得？我去买消毒水去。 上了，今朝睡啥子睡？听到没得？妞儿嘞？走了。啥子？哎呀，小龙发烧了哇，好像是传染起那个病了呀。啊！哎呀妈，快去拿温度计。哦。哎，你那啥子啊？ 我只想看一下小龙。哎呀，这是传染病的嘛！你快把我们小龙传起来，快去！妈，妈都快看死我妈了！哎呀，小龙出血了的吧？幺儿，你莫喊外婆哈！快点，快送医院，送医院！幺儿，哎呀，快来！哎呀，会长，妈子，来，你先叫哪去吧，我去喊噻。哎，衣服，快拿件衣服哈！ 医生，到底有啥子没得哟？放心吧，小孩得的是疱疹性咽峡炎，不是手足口。真的啊？哎，那就放心了。哎，医生，我想问一下，他那个病有没有传染性哦？会的。 所以你们要好好照顾小孩儿，小孩儿肯定会不舒服的。如果他反复发烧不退的话，你们就再来医院。如果烧退了，你们在家休息就可以了。我给你们开点药，你们拿回去给他吃。啊，谢谢医生。医生，我还想问一下，他那个病是啷个引起的？引起的原因有很多种，比如接触感染、吃了不干净的东西、唾液等都可以引起的。妈，我问你啊，那是怎么回事？我搞剥了几颗瓜子。你用哪儿剥的？嘴巴。嘴巴？我是遇到了妈，我说了好多次不要用嘴巴，那个是直接传染的嘛。啊，要得，下回记到起。 记到了哈，啥子都不要用嘴巴剥，哪个用嘴巴去剥嘛？是越要剥。来，大家哈，快点！你先把小老虎一起去啊。哦。哎，那你们俩来了呀？哼。你们走哪里去了？我一回来看到子萱头上有个包，你们做了啥子？啊？有个包啊？我看了。 不要你关心，我们承受不起。转姐，我把萱萱带起走，只有好久回来，都看你的态度了。亮亮，今天是恁个的，你看嘛，小龙发烧哎，都抽筋儿了。我们急着去把她送到医院去。萱萱啷个做的，我都不晓得。都是你做的，你好意思说？你当初是啷个给我承诺的？你儿子把户口上了，你都忘得一干二净了，白眼狼！ 你翻脸翻得快耶！今天的事情我都不给那个说，你给我给左眼姐说清楚。左眼姐，子萱姐去走了，啷个回来都看你的了。走。小龙啷个样了？也是手术困难？不是，是疱疹性咽峡炎，我妈传染的。那倒好。子萱的事情啷个办？你听我说嘛，今儿真的是个误会，你不晓得，小龙哎发高烧都翻白眼了，我遭吓惨了，我都不晓得我当时做些啥子哎。我理解，关心则乱。 血浓于水，我没有怪你，娃儿没事就好。我先去睡了哈。子萱的离开给张欣欣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，加上照顾张小龙非常的劳累，她小产了。 张欣欣的精神状态非常不好，左文静也很担心。胡大婶儿一天到黑在屋里头唉声叹气，让她非常的为难。我一下飞机啊就赶过来了，说嘛，我已经做好当垃圾桶的准备了。你的意思是我是垃圾哦？不，你不是垃圾，你遇到那些烦心事啊，它是垃圾，统统都倒出来嘛。 不倒出来的话，容易生病。我现在在想，哎，我当初嫁给左眼镜儿，到底是对还是错？欣欣儿，你们两个的症结呀，根本都不在你们两个身上，好不好？而是在家庭关系上面。你们屋头的关系啊，太复杂了。你个人的妈，还有左眼镜儿他前妻的妈，简直都是三个女人一台戏。恁个多女人在一起，哪里不闹麻了嘛？ 但是我也不可能把我们撵出去噻。欣欣儿，你晓不晓得现在呀流行一碗汤的剧烈？都是啊，你在你们小区给你妈呀买一套小户型，吃饭的时候在一起，平时啊都各的，恁个呀又有了个人的私人空间，又可以照顾好你妈。哎，关键是他们呢不搅和到你们当中了，恁个你们的四个人过起来呀，说不定还幸福些。 我考虑下嘛。姐姐，你的病好了没得呀？我的病好了，两个自己耍嘛。我的病好了。哎，那你们聊啊，我带两个小伙儿去看动画片啊。走，上去看动画片啊。走嘛。你们是啷个考虑的嘛？ 我妈呀，决定搬出去住了。你舍得，你放心。我有啥子不放心的嘛？只要左眼儿、星星他们两个好，我做啥子都要得。哼，对头，妈，过去的都让他过去嘛，日子还要再过下去的嘛。虽然星星肚儿头的娃儿没得了，但是我们还有小龙，还有志轩的嘛。 以后我们都一家四口，开开心心的过一辈子。娘娘，我决定不生了。志轩和小龙都是我的娃嘞，以后我会竭尽我的所能把他们照顾好。你真的决定不生了？你确定？确定。以后左眼角、志轩、小龙和我，我们四个人一个家。 爸爸，哎，啷个了？又来啊？既然你们话都说了，我也没得啥子好说的了。你们都把轩轩儿带回去嘛。我也可以给你们保证，只要你们和和气气的，以后我也不会再来打扰你们的私人时间。好了嘛，又来，不哭了，啷个了嘛？啊？姐姐，你不准哭了，哭的事情。 交给我来。哭没哭出来，只那个皮。只艳阳天。 小小卖不完的龙门阵呀，就像麻辣烫，漫过心